各位传媒朋友，各位香港市民，国务院根据我在《基本法》第48条第五款的提名和建议，今日公布第五届特区政府几位主要官员任免的决定，任命李家超为政务司司长，邓炳强为保安局局长，以及萧泽颐为警务处处长，免去张建宗的政务司司长职务、李家超的保安局局长职务及邓炳强的警务处处长职务。这是本届政府继去年四月之后另一次主要官员的任免。我在这里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对我的信任和支持。